首先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吴院长，在百忙之中啊，能够莅临来到芦洲。那最主要今天晚上就是我们台湾经济论坛的创意舞蹈会第一场的舞动台湾芦洲起舞。那我们非常的感谢吴院长在百忙之中能够来到芦洲。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非常的感谢我们台湾竞争力论坛在去年成立这个创意舞蹈团。那当然很荣幸的能够延聘这一位是我们肚皮舞国际级的舞后郭淑珍郭团长来担任这个创意舞蹈团的团长。那我们今天所要表演的也就是我们台湾的乡土文化，包括我们的八家将、我们的槟榔西施以及我们的电子花车，结合我们异国的风情、中通的肚皮舞，然后来结合我们现代舞风所一连串创意的精彩的表演。我想今天首场的舞动台湾芦洲起舞将来一定能够推动到我们世界各地去。那么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各位的莅临指导，祝福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身体健康吃百里，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